这边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让 YouTube 自动重复播放。 YouTube 影片只能播放一次，无法循环播放，每次要听一首好听的 MV 就要一直自己动手重播，但是可以透过 Google Chrome 的扩充功能来设定重播次数。首先打开 Google Chrome， 选择应用程式，选择线上应用程式商店，在搜寻栏位里面输入下面的程式名称，程式名称可以到这个影片的下方说明栏位直接 copy 就可以了。在右边免费的按钮按下滑鼠左键，选择新增，这样子就安装完成了。这个程式是在幕后执行，所以 Google Chrome 右上角不会出现程式捷径。我们打开 YouTube，影片下方多了一个自动重播的按钮，点开之后里面可以设定自动重播的次数和影片重播的特定时段，比如说现在输入重播20次，影片需要重播的时段选择47秒到52秒，接下来到扩充功能的网页，选择这个程式的选项，这边可以做进阶设定，选择默认自动重播，其他的选项因为都是繁体中文，所以我就不多做解释。接下来重新整理网页，现在影片会自动在47秒开始播放，然后52秒开始重播，测试成功。设定好重播功能，可以减少很多琐碎的操作步骤。谢谢。